这时天色微裂，燕雀地朗朗，是乾坤朗朗，若要闻端详，这是何解啊？等我先走完这扇书房。上回书说到，德福瓦舍破了财，开张许久没人来，不管怎么开业大酬宾，门口依然是无人问津。白小青不想砸招牌，请来了名角兰陵上戏台，不料兰陵耍大牌，找了个助理替他来。这助理一看脸挺黑，估计是要给他们一个下马威。那便像小皇帝被太后催着学习治国之道，每日生活很枯燥，差点被逼得上吊。还有个侍卫叫八良，每天把他的行动给太后汇报，结果小皇帝发现南书房里有密道，下定决心偷偷爬走，爬到哪儿了咱也不知道。兰陵到底有什么要求？小皇帝能否获得自由？精彩继续，列位观众千万别走。过来过来，兰陵的助理说了啊，兰陵这个人特别重视伙伴合作，所以你们几个一会儿面试稍微准备准备，知道吗？凭什么呀？一个助理这么好，散德行呢？咱们瓦舍啊，什么都不缺，就缺角儿。咱们只要把兰陵这个人给拿下了，咱们瓦舍就翻身了。哪有那么简单去？不太可能。姓名：金可儿。职业：变戏法的，也会读心、看相。弄做好伺候蓝公子的准备了吧？我听说兰陵特矫情，特难伺候，真的假的？那当然是不可能了。退后！什么样子嘛？我是新抱恙，职业是编剧兼闲师，我的责任呢就是帮助蓝公子提稿。提什么稿？我跟你提鞋还差不多。对，就是提鞋，帮助他进步。那能讲一讲蓝公子哪个地方落后了？那可太多了，从唱腔到扮相，到人物的理解，到细节的把控，那是亟待完善。就比方说他演的许仙跟白娘子见面的时候应该是这样的。娘子，有什么不对啊？蓝公子实际演的是娘子，有什么区别啊？猥琐，极其的猥琐，抻着个脖子有点像王八。你血口喷人！哎，你看你也陈博来着，你看，下去！这帮人太不像话了，哪有这么跟客人说话的？
侬还是靠一点谱的呀。您消消气儿，喝碗汤。好的呀，好的呀，好的呀。在下欧阳瓜鹏，这儿的大厨，竭诚为您和蓝公子服务。侬还是靠谱的。刚才那两个250，尤其那个新抱恙，我看他就是豹子样来的，气得我拿茶杯拽他们，手都划破了。我都看看，我好多血，我看你就……哎，人呢？瓜鹏哪去了？哎，侬学习啊？瓜鹏哪去了？瓜鹏人？哎，瓜鹏，我说，侬不要紧吧？哎，啊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我淤血。哎，淤血。淤血，挪一个厨子淤血，那杀鸡呢？你杀啥呀？我不敢杀生。那蓝公子像是吃素的吗？可说呢，我这不最近准备做荤菜呢，怕浪费，这个食材都是从垃圾堆里捡出来的。下去。大哥，咱们有事好商量嘛，大哥。你们不要再开瓦舍，开一家花店好不好？啊，侬看一看这一个一个的，不要太奇葩哦，争艳斗艳的像什么样子嘛？气死人了！哎，大哥，不要拉我了。大哥，干嘛呀？耍流氓？阿拉不喜欢这一口的，穿上。大哥，这是不是大哥的东西吧？掌柜的。这不是你祖传十八代的传家宝吗？胡说！这明明是大哥的好啦！啊，还真是啊！你们给蓝公子准备行头了吗？准备了！啊，好的呀！那我带你去瞧瞧。啊，瞧！走，好！哎，这边请。还行。哎呦，这是我特意花重金专门给蓝公子准备的。阿拉跟侬讲，蓝公子是最在意行头的。如果没有一身好行头，他拍拍屁股就走，皇上请都请不回来。我知道。那您看，您这回放心了吗？行，蓝公子3日之后到。得嘞，我马上安排人准备海报啊。你们俩在这干嘛呢？哟，祖传所又换新的了。跟你有关系吗？我这儿好说歹说，人家才勉强答应我啊。你们可倒好啊，一猴盖房，十猴拆墙，什么玩意儿？哎，对了，那柴房啊，两个时辰以内别进去。我在四面墙都刷了墙里糊。这兰陵住了好屋子。你们的道具行头就都放那儿。不好了，哎，不好了。又怎么了？兰陵的行头不见了。啊？刚不还在呢吗？是啊，转眼就没了。你们愣这干嘛呢？找啊！这是哪儿啊？不知道啊，但看着不像正经地方。
功吧。不行，我要看兰陵的戏。不行啊，皇上，马上侍卫就巡查到上书房，要发现你出宫，太后非把我剐了不可。这样，你先回去，跟侍卫说呢，朕在抄书，不得打扰。等到侍卫走了，你再回来呗。不行啊，皇上。你跟朕回去吧。嗯，臣这就去。但是皇上，在我回来之前，你别乱跑啊！太后要发现你不在的话，我就完了。快去快回吧。绝代名伶，兰陵，三日后登场。德福瓦舍，诚邀圈，知音共赏。兰陵啊，兰陵，可让我找。哎，打！敢偷你爷爷的行头，走！别！我走！撒手！你撒！走！你！我不走！我不走！认出来了，你穿这身衣服我还认不出来你啊。那还不跪下？跪，我跪你奶奶个腿儿！我，你说什么？小小毛贼，你再说一遍。小毛贼，小毛贼，小毛贼！爷爷，我叫你这么多小毛贼，你叫朕什么？什么朕什么？你爷爷不叫朕什么？爷爷我叫白小青。你说你比如说你年纪轻轻的说话怎么如此之肮脏？肮脏？你嫌我说话难听，你别偷我行头啊！还穿身上，见过不要脸的，我没见过你这么不要脸的！打不着！他不知道我是谁。哎，你听好了。我是爹，疼！我下来了。听好了，这是剑傲虎。回来！哎呀！八两，回来别爬了，八两。兰陵是要在这儿唱戏吗？滚！行，朕呢？我就是拿衣服了。滚！好，哎，你轻点啊，别给我呛。是穿不了。你把我行头撕烂了。我花了10两银子才做好的，没这个行头，兰陵肯定不上台。你到
你要干什么？我辛辛苦苦操票三年，出生入死攒下的钱，全都开在这间瓦舍上了。你怎么对我？哎，这位兄台。你怎么还哭了呢？好好好好好好。我把你衣服脱了，这样你就能下来了。什么意思？别碰我！你流氓！你臭流氓！好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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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，脱下吧。不行，你下面也不能脱，你别碰我！我跟你讲，别碰我！你害什么羞？好好好好好，我找个东西，把你衣服刮开。你就能下来。你还想把我衣服撕烂了？你敢撕我衣服？你看吧，你还是能自己下来的吗？你敢打？你！你怎么才来呢？皇上您受惊了，臣这就给你取件衣服来。不，等，你现在去织绣局拿朕今天穿的衣服三件一模一样的来。你要干嘛？去德福瓦舍呀。你还去呀？哎呦，哎，轻点轻点，疼。好好画啊，画仔细了，画清楚点。此人长得獐头鼠目，十分猥琐。哎，你干嘛我画呀？符合描述的就只有你啊。少来这套，我明明是肥头大耳。不是掌柜的，到底看清楚没有啊？他画成灰我都能认出来。这个王八蛋啊！我弄了他，我就把他骨灰扬了，撒海里喂鱼。你王八蛋，你还好意思来呀你？嗯。小军他长得有点帅耶。我逗呢。掌柜的，您坐着，我来。我瓜棚不杀，手无寸铁之辈。两家伙吧，他让咱两家伙。嗨嗨嗨嗨嗨，你亮哪个家伙？脱呀！小青，咱那行头。还真是。我这面料，这绣工，比咱丢那件可强多了啊！那当然了，是正经杭州丝绸。别吹了，京杭大运河一年才运进来几匹，王公贵族都不够分的。我们家在江南做生意，用这些丝绸做戏服很容易嘛。你还有女装？帮我。哦。来，对。所以，二位是同行。对。哪家字行？皇家瓦舍。皇家瓦舍，没听说过呀。哎，在哪儿啊？谁知道？啊？听他的。叫什么名字？啊，八良，他是我表哥。问你呢。我叫半斤，半斤，八两。啊，你们两个来京城干嘛来了？我们被班主骗了，来到京城举目
无亲，身无分文。对对对。特意来投奔您的。是是是。想让我收留你们？哎，收留我就行了，八两自己有事干。这些行头都是你们从家里偷来的吧？嘿，我要是报官，你们俩谁也跑不了。但是，你们遇到的是玉树临风、助人为乐的白小青，你留下吧，包吃包住，工钱就算了啊。哎，那都不重要。那个，能见着兰陵吗？看你表现喽。朕。我一定会好好表现的。先看看这个吧。兰陵啊，皇上，您真不回去了？我不都说了吗，就三天。兰陵唱完戏，朕就回去。那臣也留下。不行。太后找朕怎么办？谁给朕通风报信？你想想。朕都活到十七岁了，我已经厌倦了这些侍卫呀、太监对我那种战战兢兢的样子。你看今天就不一样，我又挨打了，又挨骂，他们也没拿我当个人，他就这个心里就很舒服。我也不知道为什么。见，嗯，哎，见我家，见了皇上。行行行行，你去南书房拿本书给我。朕睡前要看。什么意思，皇上？您在这儿睡啊？怎么了？睡这儿怎么了？皇上，你得别老皇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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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我叫黄半斤。哎呀，就皇上，这房梁上可都是老鼠。这都是朕的子民。什么子民？您们俩姊妹正打架呢。那是见到朕太激动了。打得还挺欢。皇上撒拉来了。皇上走啊走啊。皇上什么？皇上不在寝宫，快派御林军搜索整个皇宫，必须把皇上找出来。是，跟我来。晚上不在寝宫，怎么跑南书房来了？这个孩儿这不打算效仿古人投悬梁锥刺股，奋发读书吗？下一步呢，孩儿还打算凿壁偷光。拆墙就不必了，有这份心就行。这书啊，明天再读也不迟，早点回去睡觉吧。太后，皇上，我给皇上。在这儿，你这速度也太慢了，该减减肥了。咱们马上就分身了。阿杰。不要紧吧。
小叶儿轻风铃儿飘，青石满苔草，浪花香，白云儿飘，瓦舍映八方。再来一下吧，我夹着我自己衣服了。一张方桌台中堂，风儿吹来秋料香。干嘛呢？一桌一山一金堂，一壶清茶笑四方。小星儿敲，白月儿照，佳人身。你现在去织绣局，拿朕今天穿的衣服。夜晴儿弹，拿朕今天穿的。我要报官。弄几点丝绸，做点西服，很正常。谁给朕红头？啊！来来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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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